你跟他怎么样，然后就会消灾解难，所以像诸如这一类的，来吵杂到众生的，困扰到众生的，这种不可为宜的，我们在家的男众或者是女众，我们尽量减少。你比如说我们女众，我们尽可能亲近法师，那么当然有了像李炳南老居士这种大居士的，那就没话讲了，应该可以去亲近，是不是啊？那么，亲近在家居士是说，因为他有亲近法师不方便嘛，那附近就有道场嘛，那么这个在家居士又是正知正见的，持戒又很清净的，那没有话讲。那么女众的学佛也是要小心。你比如说这个在家居士，他长得非常端庄，那么他也已经有老婆了。那么你因为学佛要认识，那么你一点假借的任何的理由打电话叫他出来，这个也不是很好的威仪，也不是很好的威仪啊。是女众，还是自己要小心啊。那么男众更不可以，带给这些女众的困扰尤其是出家众。那么男众的在家居士，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也尽可能避开这个女众，也减少一些是非啊，这样子也比较好一点。那么为什么？因为毕竟是人嘛，不是圣人啊，要避开这个机嫌很难很难很难啊，非常难。所以这个律仪就是简单讲，就是不让众生造口业，就不让众生造口业啊。再来就是善法。什么叫善法呢？就是积极的去行善，积极的去行善。所以善法，积极的去行善，益众就是利益众生，这个都是积极的持戒。消极的持戒叫做律仪。我很有威仪，我不去伤害众生，不去困扰众生，所以这个是站在消极的自我约束的角度，善法跟义众，那么这是积极的行善，持戒啊。功德呢？功德，你持戒，你当然就不去犯这个五戒，那么就会清凉，你就会得到解脱。诸位，你想想看，如果你持戒律，你不杀生，你不偷盗，你不淫逸，不妄淫，你不饮酒，谁会拿刀子杀你啊？那么，除非你是前世的业障啊，那没办法，逃躲不过啊。人家枪战的时候，你跑去给他咚一枪打到你脑袋瓜里面去，被打死了，那就也助戏哎。那也不是因为你造恶业，那是前世的因果了。那么，所以持戒。你想想看，你不杀生，你就当然就不可能有短命报啊，就不可能病苦啊。那么你不偷人家的东西，你生生世世就大富啊，金钱就无匮乏了。那么如果你不犯邪淫的话，你的妻子就有贞操啦，你的丈夫就不乱来啦，你对他忠贞嘛，他都对你就也是忠嘛。你娶的老婆就是那么善良，或者你嫁的丈夫就是那么好。所以今生的婚姻的变卦不好前世犯得邪淫就躲不过这个因果。妄语的话，你老老实实的，所以人家讲的学道无他，老实而已，就这几个字，学道没有什么特别的，老老实实的，师父怎么交代你就怎么做，我叫你早课晚课你就必须这样做，放下你就尽量放下，不要伤害众生，你众生怎么伤害你，实在我们也有办法，我们诉诸法律就好，我们叫警察就好，对不对？他真的欺负到我们站不掉，我们不要跟他正面冲突，诉诸法律，对不对？我们叫警察去就好，我们不要跟他做冤仇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你不喝酒，那你怎么会开车什么落入这个昨天才报告的一个开车的喝酒的开车弄对了
栏杆桥的栏杆撞破了，然后就掉到那个溪谷溪里面，结果那车子人的身体卡在车子里面，塞了典故啊，去鼓啊，你去修啊，人家拖出来，何必呢？这女众当然不可能犯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男孩子犯的。那个开车酗酒，以前我都念错，念成凶酒。这个酗酒开车啊，这个都是男众。从以前，我从小到现在到大，没有听过一个女众说酗酒开车的。没有听过的都是男众，死的也是很惨。那一天呢，新闻报道的，有一个人喝酒，不是喝酒就开车，结果这怎么开？弄到人一个路边的人啊呢，弄死啥的？喝酒，这一下撞死了三个。这个是。你想想看，最简单的这五条根本的这个戒律，五戒嘛，对不对？那你能守的话，那你又怎么可能你再伤害到你？不可能的嘛，啊，功德就是清凉，那解脱去障，就是去一切的恶业，啊，恶业是吧？忍辱呢？啊，这个忍。这是根入，这是两个角度了。这个忍是指能忍之心，入就是所入之境。换句话说，忍是心呢，入是境界呀。心境不合，就无法忍入了。众生的不平则鸣嘛，对不对？你对他有不满，你就会发出怒吼啊，是吧？所以这个忍入。最难的，很难很难的。所有十方三世一切佛，不赞叹布施，不赞叹持戒，不赞叹精进，不赞叹禅定，就是赞叹这个忍辱。十方三世一切佛就是赞叹这两个字。你打开这个经典里面讲说，忍辱之为德，非布施持戒所能为呀。这一个有忍辱的人呐、不是一个你布施持戒的人所能够跟他比的。释迦牟尼佛再三的赞叹这个忍辱，所以叫忍辱多福。一个能忍辱的人，他这个今生今世这个福报就大了，胸量大了，不计较啊。世间人做事情对法力负责任，修行人做事情对因果负责任。释迦牟尼佛说，当你话多的时候，人家要诽谤你批评你，当你话少的时候，人家要诽谤你，当你沉默寡言的时候，人家还是要诽谤你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不被诽谤跟批评的，因为是人嘛，毕竟是人嘛，凡夫俗子嘛。所以说你当你有办法的时候，人家就拿你没有办法。你内心里面以空性相应，测见自性的时候，一切平等心本来没有，这些都是虚妄的东西，是吧？这些都是虚妄的东西，以是虚妄的东西强加分别，这个叫做业障深重；于希望处强加分别执着，这个叫做业障现前。所以业障其实不是什么东西，就是你不认识本来的面目，叫做业障。你认识本来的面目，哪里有什么的业障存在？因为一切法本来空，你执着什么东西？就像一剂清凉剂一样打下去，这好过了，日子就很好过了，对不对？天天都过年呐、人家活得强强棍，你活得清凉啊，比得你们杀鼠卡好给力的。说人害我，我不可害人；人谤我，我不可毁谤人家。我不会帮人家，我受因果啊，我也受果报啊，对不对啊？这是愚痴的人才会这样做啊，那么我前世伤人，回报人家的话，今生今世人家攻击我，这刚好抵消嘛，对不对？那么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忍辱啊，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忍，没有能忍之心，也没有所入的境，忍辱也是多余的名词。
因为一切法无生，才能究竟忍辱啊。所以凡事成一忍呢、忍辱的底下不失，就是没有过失啊。有忍辱的人呢、那就是无漏的功德。所以师父在这里也是赞叹忍辱的人啊，你不要觉得你很委屈，同学们，伤害你的人必受果报，你就记住师父这一句话就好，伤害人家的必受果报。那么现在黄鸿玉今天被抓到了，他今天抓到，刚刚电视报道的那个记者访问他，记者访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会被抓？他说知道，我知道，法网难逃，明天报纸一定很大的，明天报纸一定很大。然后他说，你被抓到有什么感想吗？他说，我知道死的这一条路一定要走，死的一定爱死的对了，这是一定爱死的对了。他涉嫌12件重大刑案。不过失啊，没有过失啊，你忍辱了就没有过失，成就哦，就万事得成一忍嘛，没有忍辱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啊。去障，那么就是嗔恚啊，嗔恚，就是你有忍辱的话，你就尽量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精进哦，那这个就重要啦。这个精进啊，从以前到现在啊，都是每一个修行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你懈怠懒惰，你就想想看极乐世界有多美好，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所以这个精进呢、人生难得今已得嘛，佛法难闻今已闻，你现在听到了佛法啦，对吧？此生，这是身体的生，不像今生度，生命的生，此生这个身体啊，此生呢不像今生度，更待何生，更待哪一生度此生。所以第一句是身，身体的身放在前面，生命的身放在后面。第二个更待何生，生命的身放在前面，身体的身放在后面，度此生，更待何生度此生。那么所以这个精进、对于定这个早晚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11月份到12月份是连续2个月、你们回去看看这个回去看看这个活动哦。11月份到12月底，后面打个水洗的佛期，来去看看啊，还是要利益众生嘛，精进嘛啊，不要懈怠。我现在徒弟多了，我可以车轮战，不怕的。多得这都是赢人这点哦。后面拜多久，17个，用3个领导，3个领，一人念一支香，你都要念几天啊。所以有徒弟有好处啊，活动举办，多举办精进拜佛念佛。这个精进一个披甲精进，这个披甲精进就是不怕任何一切境界现前。你家庭多大的不幸，我是一个佛子，我今生今世一定要了生死，我不管你先生对我怎么样，我就是要学佛，我不管我的儿子对我怎么样不孝顺，我就是要学佛，要就是要精进，披这个铠甲，披这个铠甲就境界伤害不了你，对不对？就披甲，就披上这个铠甲。摄善呢？摄这个善法呢？其实凡所有善，我通通做。比如说我们做水陆大法会啦，你来帮忙抄写个牌位，这个也是功德。只要善事你就做，只要三宝门中你就好修福。就算替师父随便买个药，
就假设因为你因为这吃了这一包药，哎哎，精神来了，这也是功德。啊，不过有一点我必须交代的，那个药啊，不要送给我药。有的人啊，我在这里一定要再呼吁、再劝告。从美国寄什么药啊？在台北啊，听到录音带说腹泻啊，我就寄了一大罐的腹泻的药啊，哎，然后啊，怕师父身体不好，写个哎补这个精气神啊的中药啊，都一直寄来给师父。还有这个从美国带回来的维他命 E、维他命 B、维他命 C、维他命 B2、W 很多，那个拿来我都没有吃，都放着。我也不知道你是佛门的，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外道的，对不对啊？万一随便吃吃的死翘翘怎么办呢？你这对啊，那你这个送药来我就吃，那还得了啊，对不对啊？你说哎呀不会啦，哦，这不可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怎么样不可无，是我不可能随随便便接受外面来的中药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为法尊重啊，对不对啊？佛教目前还需要我吗？啊，等到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吃着死死翘翘没有关系啊，现在不可以啊，对不对啊？我还年轻，所以月亮了解我的心啊，因为不在公益人工，我看一个广告哦，张清芳，我还年轻，只有了解我的心哈。哎，人心里袂查某人的物件。这个精进呢，就是披甲。那么色善啊，就是说，哦，你随便发个心帮忙都有功德。所以，与其你要送师父的中药，不如折合什么？哎，现金。哎，你真是我的徒弟，真了解我，真是哎，真是太了解我了。不如折合现金。哎，现金比较轻，拿起来也比较没有危险性哈。是，开玩笑的了啊。那我的师傅加爱钱哈。再来就是利乐啊，这利益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欢喜快乐啊。功德真善不退，你这个精进勇猛啊，早课晚课啊。哎，誓死不放，那你往生绝对有希望，而且是中品的。下品的是造无量的恶业，杀了父亲呢，杀母亲呢，或者是啊犯了这个罪大恶极啊。所以大部分下品的人都是逆罪比较多，忤逆十恶，无所不用其极，伤天害理，什么事都做。要不然的话，你只要多拜多参加这个八关斋戒，打这个佛七啊。啊，受这个八关斋戒，功德无量，中品以上的，所以说你要精进啊，增善，增加这个善业，不退转，去除什么障碍呢？去除这个懈怠啊，这个懈怠，人不可以懈怠啊，不可以懒惰啊，哎，禅定。有世间禅，所以世间禅就是四禅八定，那么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有四种定，四空天有四种定，那么这个叫做八定。那么禅这并不是中国话，整个字叫做禅挪，那么禅挪翻译成中文叫做定慧均等。那么因为我们中国人啊，好简啊，所以就叫一个禅。禅就是内不为烦恼所惑，外不为境界所扰，名为禅。禅就是内在里面的烦恼，它有智慧关照，能够破除，名为禅。外不为境界所惑，比如说见到金钱呐、啊。见到名啦、啊，见到女色啦、啊，见到生气的事情啦、啊，他都如如不动，对吧？所以内不为烦恼所惑，
迷惑了，这个迷惑在这烦恼里面，外部为境界所扰困扰啊，你再大的境界在我们看来等于没有这个事情一样。所以人家有一句很平淡的话，不过是倒是耐人寻味啊。所以有人，所以说这个佛陀啊，曾经告诉我们说，圣者啊，天下大事本来无事。这是个圣人在看这个事情，你天下的什么乱七八糟，这个圣人在看等于没有事情一样的，你是内心自己乱而已啊，没有人跟你乱啊，是吧？所以说禅，那么定是中国字，那么后来就禅定就叫习惯的，叫习惯了。所以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字，就禅定啊。那这世间的禅定有八个定，出世间那又是声闻跟缘觉二圣的出世，还有菩萨。那么上上的禅定，那么就是只有佛了。如果我们有这个禅定呢，我们这个有这个净律，净律有什么好处呢？就去除烦恼，心里能定嘛，就去除烦恼啊。所以对于顺境不要太过于这个放荡自己，对逆境要认命，要接受它，不要排斥它。那么这样子，你这个禅定的功夫就慢慢上升。再来就是见性，禅定。那么性就是平等，所以古来高僧大德有说过一句话，他们说用本性修行，一日千里。何为本性？平等心是本性，清净心是本性，大慈大悲是本性，无所执着是本性。那么用意识修行呢，就事倍功半。用意识就是累积的触感情，情绪的变化，今天好，明天不好，明天好，今天好，今天对这个人很欣赏，明天又是这个人坏蛋，多烂多坏，这个是怎么样恶魔，呵呵，听得太多了。所以人还是要保持一个距离，人还是要保持一个距离。在家其实也是一样，修行也是一样啊。所以说有保持一个距离，他就有安全，也比较有尊重。对中国儒家来讲，也比较有中庸啊，对不对啊？要比较有中庸。那么你对我有礼貌，我也对你有礼貌，那么碰到大家见面的时候互相恭敬就好。所以说我愿意跟诸位保持一个距离，而且我愿意赞叹诸位。为什么？因为伤害众生也过一天，那么慈悲的赞叹众生，这样我也过一天。那么我为什么不要过那种功德的日子？为什么要过那个造业的日子啊？我要过快乐的日子，我为什么要过痛苦的日子啊？所以这个禅定还是必须要来自有智慧。你要修修禅定啊，还是要保持一个距离，知道吗？保持距离，烦恼少，是非也少。两个再好的朋友，我现在告诉你啊，两个再好的朋友睡同一个房间，一定会吵架，你相信吗？对，所以回去，我告诉你，如果你有跟人家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好朋友，包括男众女众，尽可能在言语上讲话特别小心。再好的朋友开玩笑都不可以开得过火。这有的人这开玩笑开得很过火的，你不晓得。像我们小时候啊，有人在开玩笑，有个人呢开玩笑，开玩笑用那个万金油，你知道吗？他用那个万金油从后面把我这个左边的眼睛整个抹上去了。我几个钟头，我哭了几个钟头。那个小孩子，我那时候念小学几年级那个人很残忍的，那个万金油就抹了。这个眼泪一直流我就一直哭啊，糟糕，眼睛瞎掉了。就那个还是年轻人呢，这恶作剧的可恶到极点了。这个
还有你这小便的时候，那小便的时候，他就用这个给你搓屁股，给你搓屁股，哎，还有这个搓屁股啊，还很残忍，也是没有这么残忍。那等你在小便的时候，哎呀，口一咬，阿伯又给棒就棒不出来，哇，足气的，你唔知啊？所以女众还是比较好一点，女众人不可能在后面给你救啊，你救也是这样绑啊，那十步不敢啊。这女众功德还是比较大，才有办法出生的女众。嗯，啊、哦，真的，女众上厕所一滚下来宾，他妈没人来，哦，没人来插你。所以这个啊，朋友啊，你要得到一点禅定啊，哎，就是玩笑不能看得太过佛，平常保持距离，修修观照的功夫。啊，没有必要的，在过火的玩笑也不要讲，太过火的玩笑不要讲，啊，当然平常了、啊、日子呢、啊、过轻松啊。广钦老和尚说，平常讲话还是幽默一点，日子比较好过。广钦老和尚开示的啊，这平常的日子讲幽默，日子比较好过啊，尽力见性啊，去这个善乱，去这个善乱。再来这个般若，这是离题啊，离题。般若十相般若，十相般若，那么就是无相无不相了。那么这个在无量寿经啊，或者是弥陀经里面都讲了很多了，所以说诸位对十相来讲也很清楚了啊。观照般若，观照般若，所以令你每一分每一秒摆脱这个能所的对立的烦恼痛苦，能观之心观照所观之境，到后来能所双亡，那么这个叫做观照。我不是用这种观照的，我不观照啊，我不是用这种方法修行啊。比如说这是境界，我能观的心观照这个境界，那么什么东西来观照这个心呢？所以这个是天台中的修行方法，我不用天台的修行方法，我用禅的修行方法，是但观无声直起菩提。我一用无声，当下什么都是空性的东西，本来就没有，根本不必观，根本你现成的见闻觉知通通是本性的妙用。一善恶处无动念处，以平等心大量的转化，以令心无所住无所着，清清楚楚妙用现前，一切法无生，可是一切法啊，万法具足。我不是用观照的，能观的心你将来还是有烦恼，对吧？今天精神好的是有观呢，那么你晚上睡觉能观吗？也不能观呢、啊、对不对呀、啊、所以说能观的心，除邪的话还是用这个方法，脾气来了观照一下啊，情绪不好的啦，电视的广告哭泣，有一个女众哭泣，来一包麦斯威尔，什么西骨头的公狗都有，足厉害。这个人怎么会想出那么多绝招啊？哭一哭啊，还麦斯威尔，哎。所以这个观照的功夫，大部分的一般的众生都是用这个，可是我个人不是这样子，我个人都是用四个字，用五个字。我的修行法都是用五个字：一切法无生。啊，什么叫业障？于细妄当中强加分别，业障就会现前。你一平等性中无所住无所执着，没有所谓的业障不业障的东西。你烦恼来自于什么？来自一颗无知的心嘛，是不是？你这你就有烦恼了，来自一颗无明的心，你就有烦恼了。所以修行一定要在这个地方下功夫。观照啊，方便般若啊，方便般若就是度众生呐、啊。你既悟到实相，又有观照的功夫，那么你就必须用方便。方便就是你的讲话呀，运用你的学问呐、啊，配合这个佛法呀，从这个世间法啊来谈论出世间法，然后从这个出世间法运用世间法的名词来讲解，令人家啊能够了解这个真实的道理。所以这个般若，实相观照方便。那么般若这个是最重要的，有大觉悟，有大觉悟。
还要度他，有般若智慧才能度他吗？还要去障，去障就是愚痴啊。这个愚痴啊，就是指根本无明，不是尘沙惑，也不是见思惑，这是指根本无明。好，现在把笔拿好，注意我的话，再注意听哦。贪嗔恶业嗔恚懈怠，在底下画一个，注意看哦，画一个这么样子，像老鹰在飞这样子，看得懂吗？先画起来啊，从懈怠，好，画到嗔贪啊，画这样子，好，画好了吗？写两个字，叫手段，手段，手段，好。在愚痴跟散乱也画一个老鹰反过来的符号，哦，写两个字叫做目的，目的，知道吗？好，把笔拿起来，注意手段的旁边写一个戒，戒力的戒。好，在禅定底下最底下一个散乱画一线下来，画一线下来，写一个定。在般若最底下一个愚痴，画一线下来，写个慧，就写好了吧？好，把笔拿起来，然后再从散乱到悭贪，就是不思思业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散乱，所以在底下一个定的底下画这样子，画这样子，一直画到贪悭。从善乱画到贪嗔，知道吗？这个不要画老鹰的符号，画什么？画哦，直线过来啊，底下写两个字，叫做四修，四行的四，修行的修。好啊，四修，然后在最后般若会的底下再画一线下来，跟四修平行的字写理观。道理的理，观想的观，所以这里包括了戒定慧手段目的四修理观，统统写好了吧？写好了啊、哦！这样一看就一目了然了。疑叫做万恨啊，就是度无边的众生，断无尽的烦恼，学无量法门，成无上佛道。疑叫做万恨。什么叫做万恨？就是因为太多了，包括一切的通通在里面，名叫做万恨。一切法不可能离开这四条。第一叫做度无边众生，你包括人类，包括畜生，能救的你通通要救，能救的有缘的，有这个因缘的，你都必须要度他。所以假设说你能够发一个愿，度你四周围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我认为这个是首要之务，最重要的任务，让他们了解你的心境，你为什么要学佛，这个度无边的众生很重要啊、哦。可是平常人没有办法做得到啊、有很多人干脆就买录音带算了，就比较快了。哎，讲不赢人，烧钱阿门关里遐调，加艰苦啊呢。这断无尽的烦恼啊，第二代要断掉一切的烦恼。其实是烦恼不可断，观空即无啊。烦恼就像客，本性就像主人，这个主人是永恒不变的，住在这个房间里面，这个烦恼是过客的，他今天来到这里住一住，明天又走了，
后天来住一住，大后天又走了。所以烦恼是生灭法，是不可得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所有的烦恼就只有两个字，妄执，虚妄的执着，只有两个字。因为你不明了这个是虚幻的东西，所以你拼老命的把它当作是真的，自己树立一种观念，自己用这种观念去批判、攻击跟伤害，那这个就麻烦。所以要断无尽的烦恼，第一个必须要去掉妄执，放下，知道清清楚的这个世间的每一件事情是永恒的，所以一八风吹不动，赞叹也好，回谤也好，是吧，通通好。那么放下这个妄执，慢慢的就与空相应，跟空性相应。所谓空性，是大智慧安放在任何一个时间跟空间，如果功夫不到，你随时注意你的起心动念，这样可以趋向于解脱的境界。如果你有功夫，放下就是一切见闻觉知，妙用自然现前，无所舍，但习妄想，不用求解，不求甚解，但习妄想，不求甚解。你不要求说圣人是什么境界，没有，圣人没有任何境界，有境界就不是圣人。圣人得到什么？圣人无所得，有所得是凡夫。哎呦，圣人进入涅槃，圣人没有涅槃可得，有得涅槃是大邪见人，不生不灭，不是某一种境界，是一种解脱的妙用。不要弄错了，它不是死气沉沉、不生不灭，老是像放在冰箱里面那种东西。你不要把涅槃观想成一种永恒的无知的东西，那是弄错了。什么叫涅槃？我现在讲话就是涅槃。如果你会即得，不会不得，就这样子。体会我的话，就知道见闻觉知就是涅槃。涅槃当下是不生不灭，它不是对死亡的一种诠释。你不要把死亡观想是放在冰箱里面的一种死气沉沉的、毫无知觉的，死了以后茫茫然的一个虚空，不对。见闻觉知清清楚楚，一境无所住，大用现前，妙智慧无量，这个就是涅槃。涅槃是站在本体里面讲的，妙用大智慧是站在相用讲的。体相用是一体三面的东西，会即得，不悟不得。所以说但观无生直其菩提呀、但观无生直其菩提，学无量法门，学无量法门，回归来就是一心。当你一心念佛，这就具足无量法门。当你一心参透了无生，你就得无量法门。说了很多方法，其实不难。以一切法无所动念，以一切法清清楚楚，以一切境界上无所动念处，清清楚楚的妙用，不让它染污，染污即不得。不动念，动念即乖，无所念是名正念，舍掉一切法，万法皆是具足。换句话讲，进入绝对的真空状态，你就会认识真正的佛陀是什么。什么叫做进入的绝对真空状态？就是一真法界。什么叫做一真法界？放下无所，放下对立的观念，放下感情理是不调的东西，放下这些无知愚痴的执着妄执，就是那么单纯。你无量劫以来，在这个地方总该做一个截断吧，
总该做一个阶段，清醒吧，徒弟们。就是放下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要追求多久啊？你懂吗？就是放下这么简单的东西，难道你领不出一个头绪吗？无量劫来就是这个意思，你就这样子两个字就可以解决，你为什么还抛头露面追求行善，骗翻一切善知识？就在你的心中两个字放下，其实这也是多余的，借法无神，不用寻求真，不用放弃假，真假亦是对立法，不用求真，不用弃假，真假即是对立，一物一切真，一切假一切中道，不悟不得，没有办法。哎，我也听了，是我听你讲到怎足赞，都感觉袂出来。哎，知道师父你在讲什么？我好像已经快开悟了。然后一共好像已经快开悟了，好像就有一半不是事实。离开悟还有108000里啊！说难很难，说简单非常简单，啊！你种也是讲实在话，你只要肯，你种的开悟比难种就是快，你种时间多。难种要赚钱呐、啊，啊，像甘露一样一滴骨啊，对不对？其实开悟也不分动静呐、啊，也不分动静呐、啊，啊，也不分动静。彻悟自性本空，了解悟到缘起性空的人，那一切希望当下放下，哦，东西南北都好，东西南北都好，只要活得自在，东南西北都好，哎、嗯。只要活得不自在，遍游全世界也是一样苦恼，也是一样苦恼。哎，所以说，悟道者虽卧床铺，犹处虚空啊；不悟道者，拥有虚空，如同牢狱，一样的道理。啊，多棒啊！这个佛法，你看多棒，比你逛百货公司买胭脂粉。哎，那广告有一条，看着，哎，你是我高中的老师？放屁，我是你高中的爷爷。所以讲，那我都不爱信。嗯，哎，你是我高中的同学？记错了，我是你高中的老公。哦，哎。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我虽然呢，读高中十几年，个面貌安尼，我唔相信。点啊？安尼男才要买哈，安男才买。广告啊、哦，什么广告都是有。啊，所以学无量法门，总在一心呐、啊，善用一心呐、啊，得之万法；不善用一心呐、啊，万法成浮啊。就是你善用一心呢，你万法自然现前；你不善用心呢，万法就是束缚。谈有执有，谈空的执空，是吧？谈无常执着无常，谈常的执着常。哎、啊，谈涅槃，以为把这涅槃观想成冰箱里面的如如不动的东西，像死水一样的不能运用，是吧？说难很难，说简单很简单啊！成无上佛道。啊，成就无上的佛道，住此名四弘誓愿，然能行此四句，万恨可谓尽包。你只要行此四句，万法都包在这里面，每一句不生其烦。啊，如果要举起来，举这个观念呢，那太多太多了。还有15分钟，我们还是要翻开大本的。翻开大本的，麻烦你翻开74页。74，布施友善中间的资深师
又名财务布施，有内财跟外财。内财就是自己身体，就舌头、目、脑、髓，或燃鼻子，或者燃香，啊，乃至于自身待人用力，啊，就是内财，就尽心尽力的帮忙人家。虽然没有金钱呢、啊，可是用你的体力，比如说你们来三宝地，啊，来厨房也好，来做行堂也好。啊，来帮忙寄海报也好，这个也是一种啊，佛教讲的难能可贵的施舍内财、外财，那么就身外一切的这些啊，这些金钱。那么法的布施呢，啊，就是智慧善的就随机广说，智慧差的就量力之说啊，不过一定要对啊，一定要对啊说法。礼诵呢，这礼忏诵经啊，回向普济啊，智者礼诵，印心做观。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在修行，他会观想啊，这个莲花啦，观想虚空的南无阿弥陀佛啦。所以《无量寿经》讲完要讲十六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经》啦。说做诸供事，印心观想，比如说初十啦，啊，初十啦，啊，五尘共聚，变一为多，容俗为真，如今施食，观随范尘妙位。哎，有一个人呢，来看到我那里面的，我以前在雷音寺的时候，在加持，那个金光明沙，然后他走进来，他就说：“哎，法师啊，哦，你一次加持这么多金光明沙，有效吗？”我就问他说：“哎，法师啊，你有没有放过蒙山？”他说：“有啊，你放过蒙山，你。”晚上拿了那一杯水有多少，他说这样一点点，那你出什么食？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七力遍十方，普施周沙界，那你出什么食啊？你怎么怀疑我的功力啊？那你怎么不怀疑你啊？你提一杯茶出去旁外口喝都不够，敢那昏鸟来喝嘛，比你的较大杯，对不对？哦，然后后来我跟他看，哦，原来是如此，原来法力不思议吗？慈悲无障碍吗？就运心观想，看你怎么观想的，啊，看你怎么观想的，啊，说做诸共事，运心观想，五尘啊，就色身香味触，统统供养，变异为多，容俗为真，容俗就是事相啊，可以看得到的，为真就是理性的法界。啊、如今施食啊，观随范尘啊，妙味啊，我这观想哦，我这个也是有一套的，哎，我的观想也是有一套的。我以前哦，就是这个，现在在观想啊，在观想，在雷音寺哦，观想放蒙山，因为我怕这个其他人观想的不怎么样，所以他在那边观想哦，我也是一样在布施，所以我的观想那个。整个那弥龙雷音寺在山上啊，哦，那个都是牛乳啊，牛乳哦，龟也美龙镇都是淹水啊，淹那个牛。五灵光，我老家公，管你挂高腿，还用观想的，这是真免落亏掉啦。哎，而且我听唱公讲的说，哎，他喜欢吃那个。不是，他不讲了啊，我是观察说他比较吃浓一点的啊，一个像那个什么。花生汤哈、哦，浓一点的啊，我是爱吃盐啊哈，哎，铺两粒白盐啊哈，哇，观想哎，观想啊，观想。啊、我变没有办法，我咧摕素食铺哈，素食铺用煮的较慢啦，用观想较紧啦。我摕起来看呢。南无萨婆耽那耶多波罗之地阿弥三波那耶三波那耶吽，一盘豆腐哎。麻婆豆腐捧出去安尼，哦，哎，安尼观想啊，摕迄个素食婆起来观想啊，无啦，毋知要煮啥，你敢知影？哇、哦、吼，还怪观想啊！我即马是讲，哦，这贵贱济吼，啊，观想一般无够，哦，我观想我咧龟头卡全豆腐。哦，所以这个初始还是很重要的观想啊，妙味啊。再来无畏是贫乏畏者注意财物。说做善畏者，或助身力啊，或心力。什么叫做善畏者呢？就是
恐惧，没有能力去做善事，这个叫做作善畏者啊，就是他的力量不够。他行善呢，说哎呦，人家水陆大法会啊，大家都有钱的，不是我没有钱，拿去，我给你拿去啊，下去的来顶啊，来端哈，来端，再来你要做善事，哎呀，我有答应啊，师父啊要帮忙寄这个海报，没关系，我再派十个人去啊，就帮助这些肯发心的人，这样子，身力啊、心力、财物啊，这个都是无畏师。遇到困难的，那就帮忙解救，叫遇难畏者，恐惧这个碰到困难啊，有恐惧的人解救他；遇到烟愁的啊、畏惧的，也解释他。这个解释不是解释啊，这是解除释放的意思哦，这个要搞清楚哦。你比如说，所以我说做律师的人啊，功德无量啊，做律师的人功德无量，但是也小心，造业也是无量。做这个律师的人啊，为什么功德无量呢？啊，你替人家伸冤啊，所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包公啊，为什么这么恭敬啊？是很了不起的哦，包公包青天啊，就是办案大公无私，不畏强权啊。你是什么王公的儿子来，我看到他就一拍虎头铡伺候，虎头铡的天后，要把头伸出来唰锯掉。你是皇宫，他有那个皇帝那个什么三方宝剑，就是先斩后奏的。他是先斩以后再揍啊，没有关系的啊。是这个包青天发一个月亮哦，发一个月亮，我面乌到惊死人。我是认真讲，这月亮哦，可能是黑暗中的月亮，知道吗？你贵宾拢翻哦，黑暗中的月亮啊。那我好严重，我袂会为月亮，我也会为太阳，照射无量众生。再来哦，为轮回生死苦者，令入佛法涅槃之乐。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法无畏了啊。再来，布施的种类有财布施，可以除贫苦；欲勾牵，就是先以利勾牵啊，再令入佛智。众生喜欢什么，你就是布施什么啊，给他啊。他有这个欲望吗？我财务布施，我先布施给你金钱，慢慢的给你渡进来。法布施除多怨啊，除去很多的怨恨，入这个佛的智慧。无畏除这个劫恶，除劫这个恶缘呢，欲勾牵啊，也让他没有恐惧这个欲啊，那就把他接引进来佛法，入佛智是实在的。用这个欲望啊，或财务布施满足他，或者是无畏布施满足他，那是权巧方便的。因为实质跟权智是他人所需要的。布施的对象众生，就是一切众生冤亲平等。众生的右边真性，就是本性散发出来的慈悲，他所见到的是不念旧恶，不憎恶人，这两句话很难做到。在座诸位，你曾经有过你痛恨的人，在你没有学佛以前，你不恨他的极少。没有学佛不算了，学佛又不算了，没有学佛以前你恨他，然后你放得下的，真的吗？没有人举手哦，我也没有办法。今天是我听到佛法啦，不然我早就吃物资的去吃，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说这个不念旧恶，我们学佛啦啊，像师父今天呢， 那就这样子啦，不管你怎么样子，所以今天有智慧，你自己做自己福音果，是吧？我不必去替你痛苦啊。所以啊，世间人呢，是有个很笨的人，释迦牟尼佛有两句话，就说毁谤圣贤，犹如这个迎风剃豆，风这样吹来，你这个吐痰过去，怎么样？还堕几面？
啊，仰天而堕，还堕几面啊？逆风而扫啊，你逆风扫这个灰尘，还是怎么样？啊，还有逆风举这个火把，烧不至天，反烧几面，烧到自己的脸。你说人家有多坏，那么到底是谁是谁非，谁比较坏，那还不知道了。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告诉诸位，你可以运用这种心态啊，放下，运用到你的公司、你的生活、你的夫妻、你的圈子里面，你都可以运用这种冤亲平等、不念旧恶、不争恶人、不争恶人。对，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不应该争恶人，应该同情恶人，不应该去仇视坏人，应当慈悲怜悯他，因为他的无知，所以啊，可怜，可怜。啊，我应做，我应该怎么做？惑业苦，迷惑啊！你对这个事情迷惑，你就会遭了很多的多厌。你这个业现前，你就结了很多的恶，你将来就是贫苦。你不布施吗？贪吗？怨恨就多嘛，那么业就是结这个恶缘呢、啊。你不布施啊，大家都对你不满呢、啊，大家都出钱，你为什么不吃啊？不出啊？啊，苦就是贫苦，哎，就是贫苦，将来的果报就是贫苦啊。情事分别所见，怨亲呢、啊？怨亲啊，情事分别所见。有真爱，有厚薄，情事就是众生的意识，众生的意识啊，他这个分别所看到的，哎，你对我好，我爱你；你对我不好，我要杀掉你。那么像这种心态的话呢，有厚彼薄此啦，或厚此薄彼啦，那么应当警惕，应当警惕。啊，诸位看中间啊，七十五页的中间。波罗提木猜、啊、我们今天讲持戒。波罗提木猜、也翻译成戒律。那么戒律有几个不同的名词，第一个毗尼，第二个施罗，第三个波罗提木猜。有的是站在教理上面，有的是站在行持，有的是站在果地上来讲。所以无论是毗尼，无论是施罗，无论是波罗提木猜，这个通通是戒律的意思。那么毗尼翻译成中文叫做律啊，律。那么律就是一种教，教你啊怎么样去做。所以人生行跟节啊，所以是最重要的。毗尼那就是律的意思，律就是教，那人生行节，所以放在最前面。毗尼说，毗尼若住世，佛法永不灭。那么毗尼如果住世，就是这个出家众好好的持戒律，在家众好好的持戒律，那么这个佛法永远没有末法。有人持戒律的地方，那就是正法，那就是正法。所以正法末法是看人怎么去做的。第二，施罗翻译成中文叫做戒，戒就是就你怎么样去行，说教不孤立啊，这个教一定不是单独起来的，必全形象，他一定要教你怎么样去做。那所以说这个戒，就因为我们需要它，所以它就必须要的这个成道的根本。
那么因此因之而立。再来，波罗的木钗翻译成中文叫做别别解脱，意思就是说，你持一条戒律，你就解脱了一种束缚。也就是说，你不偷盗的话，你夜半敲门心不惊啊。那么你不杀人的话，你不会草木皆兵。今天我看那个报告新闻啊，这个新竹啊发生了凶杀命案，结果现在还查不出什么原因。那么初步的判断是说，进去抢东西还是偷拿东西，没拿到，总共杀了20几刀，啊，死得很惨，那个手法狠毒啊，那电视是这样报道了，手法很狠毒，杀了20几刀。那么要是我们持这个不杀生戒，那么再怎么样我们也不必怕警察啊，我们也不必过着餐风露宿的日子。所以说持一条戒有一条戒的功德，解脱了一种束缚，处处解脱，就是你只要持戒律，你走到哪里都可以解脱。那么你要是到中东去偷拿东西，那手会给你砍掉的啊。所以你只要持五戒，杀盗淫妄全部都持好，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那么你不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那你麻烦就少了，也可以说不可能有麻烦了，啊，对不对啊？你不伤害人家的，破坏人家的家庭，人家怎么会找你算账呢？对不对？不可能啊。所以戒不虚因必有果克，那么持戒不是虚妄的东西，一定有果报的。那么你这个持戒，你的果报就好，所以就解脱了这个束缚啊。绝缚就是断除啊，断除，那么罪在其中，最后就是不可能束缚我们。75页的倒数三句，那么戒这四颗，平常是对出家人讲的，戒法、戒体、戒行、戒相，那么这是对出家众讲的，那么对在家众啊也不必怎么解释啊，知道也好好吃五戒就好。三句也是摄善法戒，就是无善不修；摄利益戒，就无恶不断；饶益有情，简单讲就是宽恕一切有情；饶益就是利益一切有情呢，无众生不度。是大圣戒，是大圣戒。好了，各位看76页。76页，我们讲啊，3000威仪，8万